冰上也不会太高冷，我冰上也不会太高冷，我冰上也不会太高冷。处女座性格，他在现场会去管那些很奇怪的事。我们把整个华语影坛的年轻帅哥摊开来看，又要有艺术家气质，又要是标准帅哥，我们觉得可能陈柏霖最适合。对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干嘛？你干嘛？